刚刚地震欸，大家还好吗？怎么讲到我做业务就地震？还是老天在暗示我不要透露太多。强震狂妖超哥直播吓到消失，拉拉队女生海底捞吃一半躲桌下。4月3号大地震，时隔20天，花莲凌晨2度发生规模6的强震，不知统帅大楼钢梁被震歪，富开饭店也相继倾倒，搞得花莲人快崩溃，整晚都没睡，因为手机地震警报响不停。身为北漂花莲人的 Kid 更是忍不住在睡鞋下，半夜要担心自我安全，也要担心花莲的亲朋好友，超累的。是你的地质学家，曾被网友封地质学家的炎亚纶，先是在Threads上发文超大，隔2个小时再发，这是要摇几点？富邦悍将啦啦队女神奶昔地震时正在吃火锅，吓到至少躲在桌子下5次。哎、欸，你是那个？